我真正是咧放飞啊！来，报告，上八个要食腿肉排骨的无？你起来，伊要放飞了，你起来。你冇要放？哎，两百个要食腿肉排骨的无？拢有啊、哦，来帮我下面列面来，你先帮我摸下，来摸下我来。来，黑皮要食钱，做一间摕起就好啊。这个我画一间了，我下面滚到一两点钟啊，都有卖车啊。哦，因为这啊趁时间一点嘛，来，爱食黑皮的人给一百块我就好，唔免三百二啊，我一百一条我就好。一只一百块我就好，一百就好，一百块。一百就好，咱们走路就好。一百块了，你都爱来发钱，这老夫老妈贵的，哎，一百块了，来这个上，一百个月。哎，一万了，包括一百块了，给钱也不得了，我这需要习惯，给钱也受不了的。来，一百块了，我这烦恼过长的，你感觉辣起来，痛，听到吧？来，来，不错，来。来，看你几个？一个尔。来，你五个吧。来，来，来，一百块了，我看看。恁哥要吃啥？是吃点啊？今日点点，我一个试试。可以，两块三。老板叫牛肉卤。牛肉卤，那有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好，然后先好啊，来，来，咱阿成家来包了，好，来。最后要吃的吗？好啦，一百个要来无？来帮恁拿去无？好，谢谢，阿你阿哥，感谢你啊！好啦，来，那个帅哥，你帮我放来冻卡，冻卡，按手啊，别得慢。无啊，不要紧啊，真多，不要恁坐。来，过来牛肉卤包皮啊，鸡啊先来，我要放鸡啊。我恁厝边啊。鸡啊先来，我咧卖只啊。鸡啊先来。哎，恁刚刚要吃啥物啊？无？过来，我牛肉卤这个来，这先来，这人参鸡归只来啊。这只恁抢手的啊，就这尔啊，无买就歹势啊。人参鸡几只来啊？糯米丝几只？来，这后边让我写，大只来两公斤半，这拢卖八十嘞，物件写字啊。这只外口几千块的哦，上大只鸡啊。你我保证我卖你价钱，你去菜市买一只青跟买遐条，你变啊煮一只出来，你是煮袂出来啊。斤两三四五六千八人个，一边四个，几只装起几只来哦，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哦，两百了啊。来两百块三百只，两百块几只鸡啊？两百块三百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。看到鸡啊，卖无半只，是啥物情况啊？是啊啦，鸡啊，啥物卖无半只。小心个先生，砂锅鱼头。哎，你后尾食砂锅鱼头，还是要食另外一只鸡啊？还是要食酸菜啊？白菜肉嘛有卖啊？白菜肉卖啊？酸菜鸭。啊？酸菜鸭。酸菜鸭个鸡啊？你啊，这鸡啊，卖无半只是老贵啊。有人要来无？若无要甲搬来啊！好啊，我话真系几啊岁，而且恁那边人好好讲我好啊。来，我面先好。来，酸菜鸭甲第一个，谢谢，感谢你支持一下，谢谢。找沙发，找一个小树。谢谢。酸菜鸭上面去。这一只只要三四百块，三五，两只只要七百块。七百块，你先给钱先呀，三百上面起来三百了，这只鸡啊，搁送你，这只鸡啊。无啦，讲笑尔，这只够你啦，七百够你啊，三百上面起来三百块，涨点未？敢收济，敢收济，你甲我讲卖零钱。可以，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来，一百了啊，一百块，试试看看，一百块。哦，你要买几包都可以说哦。我这拢无强求，你若要吃一包，你就买一包了。一包够要吃，我你买十包了啊。我来降三百啦，无人买我来降买少些一个啊。好，一包够要吃无？包过要不要？无买买钱买其他东西。无买买赶紧，我拢无买强求，钱买哪想？快点，我包快到了。
后面我没办法啦，后卖给钱都难吃。讲话啦，讲话啦。我咩拢吃啦，真诶啦，一百多块也无啦，无我咪死。即感冒就你啊开口不清，诶，你开口啊，你啊歹做较贵。哎，如果没有，我们要说说放在这里就好了哦。我那手机，你是直接的。哎，林哥，我们吃啥物无？牛肉。啊，牛肉炉啦，牛肉炉啦。我人特别吃啊。我叫人叫人烧，我不会烧啊。来烧了。来，牛肉炉上面吃。这一包几十块一包。啊，想要吃，免一千，免八百，四包好了，四百块。四八上面去啊，四八包。好，起来。四八了啊，这不发什么物件吧？四八几元？来。一包就是啊，六啊块，我卖你四八，一包够上亿啊。四八够一个上面去啊，五百六啊，四八二十块以上的五百，这你也当买了，四八。好，啊，两百了，试吃看卖啊，两百块上面起来了。谢谢。再过来，你准备吃啥？飞机丸豆。对，搁飞机员，你嘛买一排的，野送起来啦，野送啦，飞机员叫野送啦。有人要食野送的无啦？这迄个宜兰的名产啦，宜兰名产啦，野送啦，这阵一哦，让我烧烧啊，无，你有配饭好啊？这碗一份安尼哦，一盘八十块一盘，这内底两盘来百五，阿烧啊，百五加百五偌济？来，我来讲两个人坐头去，这两百块你拢无啊嘛？无啊。去两百块啦，先给钱的先给两百了，来两百块，压上多起来了，让我烧烧，三百了啊，最后一个三百，卖两百了啊，不是三百，两百够买来无？压上二十，一百一块嘛，一百块去了，我不要卖了，一百了，一百要起价了，一百够要起价了，来，我就下招了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最近个要爱啥？蛤蟆皮要不关了，当然好了。欸、你们吃鲍鱼吧？鲍鱼先别了吧，鲍鱼我袂买，鲍鱼先别。来，有人要吃鲍鱼的无？来，鲍鱼要吃开五百的哦，五百块，看有人要吃鲍鱼的。哎、欸，这我一条就二啊五嘞，两条就五百嘞，三条、四条一千块嘞，五百的哦，五百块，这条搁送你五百，这条搁你，这条搁你，来五百，有人要吃鲍鱼的无？这三条搁送你啊，一个人加八条了吧？开五百，规盘拢我哩。五百上面吃五百块，五百了，拢有啊，唔好买过试吃看卖好不好？两百了，来两百块，一条鱼也好，两条五百，两百，这条过来，这条过来，两百，两百试吃好不好？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谢谢，感谢您哈，谢谢你们，那我收掉啊，来收起来了，谢谢，我总帮你家先来分分嘞，我这是咩？来，蛤蟆我来分分嘞哈，来。蛤蟆有拿起来，请你举手一下。蛤蟆给他搞。贵多。蛤蟆刚好春。我白龙果啊。中午吗？最后。再一个。最后三百十块，老板姐，我进来结结账。好，谢谢。再来签啊。来，你个你个在上楼啊，免推车，我给你上楼啊，嘿嘿嘿，就 OK 了。来，这里有马桶，再上来会。来，阿小弟过来给我，去上先来啊。哎呦，来，我的帅哥嘞。啊？哦。啊，大连姐美女，我你在车先上去，大连，你即摆上上去。上面吃飞机话咧，两百了，好啊，两百块起来。好，起来。真正咧，两百你买买啊，最后下家讲讲。哦，今日感觉飞机话未未，你也感觉啊？都几包？包。我今日飞机话未啊，最多两包。两包够买来无？箱子啊，箱子一个啊，箱子。啊，一百了啊，试吃看卖一百块。好，吃。一百了。好，过来。哎、欸，买啦！这个情况买啦，这个情况蛮歹摸，咱蛮歹摸啦，是特种的啦。保利龙真正无啦，保利龙你也袂爱赚啦。哎、欸，这间好啦，这间啊，这间要用啊，这间用过高温啦，这间好啦。你个要食啥物无？若无要下台一起讲啊，我先去话。我先一卡箱啊。到时先了再话。来，你也做，可能我袂透丢个手下个。
这卖白菜的，真正是抢了了，不是无招的，配你讲抢了了哦，这是真抢了了。哎呀，现在拄仔过来了，卖不错啊，上来啊，那只白带鱼啊，200块了，来200了啊，来200块了，白带，哦，我靠，水的啦，用切的了啊，200了。帅哥美女，你们从哪里来？新竹。谢谢，感谢。帮我买干贝。干贝好来无？干贝不要买，送给你。200个要吃无？白带200个要啊，美女，你先等一下啊。美女，等我一下，我的穿着是不是上上了？太冷了，来啊来啊来啊！帅哥 ，OK 吗？没问题啊。200个要来无？白带鱼，200块不要，不要贵。200还有人要吃吗？谢谢，谢谢，我感谢谢，感谢。200还有人要吃吗？谢谢，收。啊，无我叫他先画一次啊，我落台下台一鞠躬哦，还是放在那边画一次啊。是的。伊画你咁晓得落。拢发表现出来。我先甲你讲，啊，恁有兴趣的手下个，我甲恁订，啊，我等等几样啊，好啊。月亮虾饼，够人要吃。肉质了，够人要吃。月亮虾饼，够吃。肉质了，蛮好吃个，啊，成功。